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这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听医生讲看卖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是每礼拜日11点到12点播出，欢迎大家收听。欢迎收听《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哈。啊，咱空中的朋友哈，这礼拜继续邀请，顶礼拜已经来咱的节目分享开业，也是讲参与这个社会服务的经验的林恒利医师了哈。哎，林医师你好，你好，你好，山顶的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哎，多谢哈，啊，这礼拜哥和你半时间哈，因为我想讲哦。你除了是一个真优秀的耳鼻喉科医师以外，哈啊，我知影你有咧画图啦，你嘛捌开画展过嘛？哦，对不？对啊，对啊。你画图的兴趣是当时开始的。其实画图，我想每一个人吼拢有画图的天分啦。真的吗？你幼稚班，幼稚班的时候，你看你画，你来迄落啊吼，我难免会分享一下吼。你幼稚班的时候，其实吼拢有老师拢会叫你画嘛，画囡仔啦，画你的同学啦，画你的公公。哎，但是呢，其实人吼到差了七岁，就进小学了。OK， 再发觉讲啊，我画那个别人无同款，老师咪讲你啲画啥，所以你也自然就是不敢继续画下去。这是咱的儿童发展哈，一个过程啦哈。所以讲，咱阿公囡仔吼有迄个画图兴趣，你应该鼓励伊哈，继续画，不管你画什么，咱讲的鬼画符也好哈，这对伊后摆人生吼，拢会有足大的影响啦哈。你呐有当大班的人到七岁，就进小学了，你都唔敢提出提画笔啊哈，因为你发觉讲啊，我画个人画人画较水啦，我来画无水，对。啊，其实对我来讲，我当然这段时间我袂记得啊，这是尾啊，我画只久，我才感觉讲，所谓儿童画，对。我大概是差不多大学的时阵哈，进了台大医学院之后，我那阵有一个美术社，我有赶快去，不是我有参加，但是呢。我无真侪时间，同阿家人逐礼拜拢去，所以我家己就买一套咱讲的话剧啦，家己嘛是赶快来学袂会吼。迄阵啊，咱讲的没有真正的艺术训练，所以画面吼拢是平面的。所以维持。你只要讲小学了，初中、高中的时期，你敢捌讲画图啦？啥物老师叫你去比赛，还是讲得奖？唔系，无咧，唔系。所以嘛，中间有啦，我回想起来，有两项对我来讲有帮忙的地方。第一个是，当你去高中的时候，我做壁报。啊，丢壁报丢，好，那你教室后边那个壁报，好，所以我记得我做的蛮多的壁报，哦，好几年都有做壁报，但是到底做了哪些壁报，我已经都忘，对对，都无关系嘿。啊，你讲大下，你开始买一个话剧，啊，到底都要蒙画，对啊，啊，迄阵就，哎，无老师，迄阵无老师，油画。油画，迄阵就是讲要画油画，啊，拢无训练就开始油画就该画落呀。啊，我最应该是在七八年前去学老师的时候，老师讲吼，你若画油画吼，其实都不要受到任何的训练哦，就直接拿那個油彩来画，直接拿油的，你看到什么色你就画什么色 ，OK， 然后自然就会形成一个立体 ，OK， 一旦油画的特性自然就会出来哦，这是不要老师讲的啦。吴老师当然，每节老师的想法不一样。吴伟龙讲你爱素描，爱了丢，高像啊！一个面都跟囡仔同款啦，囡仔那个生色彩丢，就用玩色彩。哦，我有一次在欧洲看到那个，我在那个什么，在那个什么瑞士啊，有一次
下不知道是空闲的时间啊，去参加人一个音，一个小学音乐会，我才发现是吧？咱台湾的老师教音乐哦，是不是拢教音啊？哦，你诶 violin 就是卡滴滴，然后就准备啊，做些这样安尼吼啊，然后你等弹钢琴是不是的？哎，这样哎，专政哈。啊、他们那里的学生的成果发表会、哦、不是做主以为的对，做主以为、哦，而且呢，有点类似像那个歌剧啊，上面哈，大概招来招去，你来来对，啊你你的表演的人，你就叫你的位置的表演、哦，但是呢，其他的人啊，未到你的时候，你就在舞台上啊嘞，招来的活动，对对对啊，然后那个换你的时候，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刚刚也在融入那个音乐气氛，对，没有，啊，你回头还是赶快的。你就自由为欢喜就好，无唔对，无需要有什么限制。Okay. 咱拢足侪，咱其实这个东方式的训练就是讲，你要有足侪标准答案。哦，啊，你无标准答案会变成讲错误了，大概都唔是错误，会变成讲。咱以前迄个教育就是安尼，一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对，未使有别的答案，对。啊，即摆唔是啊嘛，可以很多答案。啊，人生本来就很多答案啊，人生也不是。艺术更何况讲，无迄个什么叫正确的對？对，本来就无正确啊、欸。社会上嘛无正确的代志啊，吼，拢是道拢无艺术啦，包括道德伦理都还有很多灰色空间。哎、欸欸，啊，所以你安尼大学的时候开始家己安尼蒙为蒙为哈，啊，唔过对大学到今安尼会当持续三四十年拢无放弃，这嘛是。后来你有产生足大诶一个乐趣，还是家己感觉讲对画图有得到啥物啊？咧足互你欢喜，啊无有诶人画一两年啊，生啊不爱画啊，啊就煞。嗯，无唔对啦、哦，其实这嘛是个机缘啦，就是我们其实大学就画了几次，然后就放弃了嘛、嗯。然后到住院医师的时候，那时候要打那个要做报告，学术那个手术报告、嗯、哦，还蛮委托了，还委托，还是为手术图对，好、哦、啊，当然在医学院的时阵都拢做些图谱嘛，啊，所以你也刚刚啊，这物件对你来讲是好像很正常、啊，每天都在看图谱，对，啊，所以你到了住院医师训练，你画图，但是说老实话，迄阵那种委托是干哪，咱讲诶。照图说故事而已，那是伪科学的，对，嘿，无讲特别去注意讲这个艺术的东西，对，啊，一定要等到我大概开业之后，哦，开业之后开始有一些，比如说下午的时间啊，或者是空档的时间，对，等病人的时间、啊，对，我就那时候才开始真正的画啊，那时候画大概都是模仿。哦、不管是这类印象派啊，印象派啊，对对对对，开始模仿，哦，模仿，所以呢，模仿一定是大家训练自己一个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Okay, okay, 不管是你模，当然你模仿一定要模仿大家的啦，对了对了，哦，艺术大家的，那个才会让你有进步啦。对，啊，其他对一个世界公认的，对，没有错，伪行为，对。啊，你要开始有个你的想法的，当然。欸，啊，那在这个摸索的过程哈，嗯，你差不多到什么时阵了？你感觉讲有得心应手的感觉，讲哦啊，真正心肝内咧想的，头脑内底咧想的，安尼表现会出来，讲家己够满意。大概是应该理论上应该是，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医师要看诊，要工作，要很多。这个社会参与时间相当的有限哈、嗯，那但是呢，其实还是有一些空闲的时间。嗯、那这些空闲的时间要不要画，就看你自己。嗯、那每一个人诶，生命过程都差不多了哈、嗯。到了大概四五十岁之后、嗯、睡眠会做一些变动。嗯，困较久，所以得困较久啊。所以呢，在五十通四十。空位我早回一起准啊，大概早上都会很早起床哦大家都一样啊。对啊，有的人早起来就回来，不是回来早起来去打球，去运动哦，回去运动啊，回去做其他的代志啊。我早起来做啥？
胃毒，唔知要创啥的胃毒，有咧袂歹啊。好啊，胃毒了就慢慢累积，哦，就累积一阵，但是那个时间都会比较有限啦，哦，有起床才会有话嘛，对啊，或者是说这今天没事没有运动才会有话，啊，所以那个都是还是断断续续啊。真正的花的时间而且比较用心，大概就是疫情。疫情的时候追着新冠这三年，哦，对，对，太侪时间空出来啊，对，哦，啊，就让你较侪精神摊位啊，对，而且进步速度会很快，哦，就跟学校的学生一样，哦，你早上画，下午画，晚上画，画到最后不管怎么样都会画出一点东西，对呀，对呀，啊，是简单讲，有用苦功累啊，就对了啦，哦。花了苦功就有收获，欸，我捌听过阮一个学长，伊本来做病理医生啦，哦，施泽山啦，嗯，啊，后来吼，哦，胃毒，欸，伊甲讲有当时毒胃里吼，废寝忘食，讲胃甲安尼不停袂入来啦，安尼感觉足投入啊，足快乐个啦，啊，胃甲忘我去啦，讲有即款的感受呢。这有点像那个什么文学的境界一样，刚开始是见山是山嘛，啊，再来就是见山不是山嘛，啊，最后就是见山还是山嘛，啊，你如果见你还在停留在见山不是山的过程，就会这样。好好好，哦，你都开始见山是山的时候很简单嘛，你看到这个物件，你就叫那尾啊尾后后啊嘛，好啊，是讲那个。也得洗干搞的 ，OK 啊！阿丽亚到见山不是山的时候，你就开始会有一点投入。那这种投入呢，因为你的技术跟你的大脑没有办法完全密合在一起，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东西我想要个改，我想要个改。OK， 啊，但是呢，你唔知要改啥。你了解我，我唔知要改啥，啊，就是对啊，啊，加维姐，哈维姐，哈维姐，哈维姐，啊，就一直底下，一直底下漩涡来对，一直入去。对，而且你会觉得，哎，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达到这个？一发不可收拾。对，哪个地方还要再改？哎，啊，等到你又回到见山是山的时候，啊，就是为安尼啊，啊，化修的，我已经先到高级啊，我境界的高级。OK， 我。我想要再超越有可能，但是呢，这不是我现阶段的任务， okay， 或者是我已经对的收放自如。对啊，我已经到这里了，我赶紧画家赶快，不是每一个画家都画赶快的呀，对吧？你说哎，毕卡索很好，很好，但是他好可能在某一个状况好，哦，莫内好，他可能在某一个状况好，他也只能到达这个症状这个阶段而已。再上去呢，没有了，只有神才有办法，只有上帝才有办法。OK， 这真趣味的一个创作的这个历程呐，哈，哦，欸，你这安尼，你这算无师自通呢？嘛无啦，中间其实嘛是有去予老师雕一下啦，啊，但是老师的想法伊就讲，啊，你家己画啊，你画安怎就好啊，你想要安怎画，就照你安尼画，对对对。你看到迄，你看到三花伫遮对吧？啊，你就你要安怎画，就照你的想法甲画出来就好啊。伊袂讲啊，你像拄仔讲的，你爱素描先画啊，这空间爱安怎配置，三花点点嘿啊，伊袂讲这啊，啊，所以你家己画的啊，赶快，甲我家己伫厝的画，赶快，到尾我就想唔知。半年啊，一年，我就讲啊，我就伫厝的家己话唔是同款， okay， okay， 我就摆一个会议，我家己来主导。OK， 好，咱再进一段音乐，我阁继续来请教。
欢迎各位回来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永恒医师哈。今日在和咱采访的林恒利医师啦哈，伊是一个耳鼻喉科的专家啊，嘛是胃科。伊拄则咧讲到这胃道吼，讲免一定爱去学习啥物正式的课程就对啦吼。你若爱胃就甲胃吼，啊慢慢啊摸索啊模仿，啊了你就有家己的风格出来吼。啊，所以呢，安尼，比如讲，你有真正去看画展呐、啊，还是去参观美术馆呐，吼，啊，去看一寡只个大师的作品。这一点还，这一点还，哦，你像我少年时就去这纽约大都会，哦，巴黎的罗浮宫，现在奥赛美术馆，啊，伦敦，吼，所以一寡重要的美术馆拢超有去甲看过，摸唔着，摸唔着，原因就是讲我都要讲爱模仿 ，OK， 哦，你看了你就知影讲啊，你安尼画，伊安尼画，好，虽然无共款的人，你的想法甲伊的想法无共款，但是你我甲讲，你也照伊安尼画，你的看到的物件，甲你家己画看到的物件会无共款，嗯。吼、哦，安、尼慢慢啊，你就会知影讲，哦，原来我的迄个色水爱安尼爱安尼擦，嗯，啊是讲我的线条爱安尼啃，嗯，安尼啃了，我的目睭看出来，甲原底我家己画目睭看出来，诶、嗯，两张图无共款，嗯 嗯， 嗯，哦，安尼你慢慢啊比较，慢慢啊比较呢，你就会画出你家己的。风格加加的循环，嘿，吼，因为最近我看一个迄啥新闻报道，迄个一个囡仔画迄什么，迄个皇帝慢走啊啥物啊，就是讲交通咱即摆唔是讲讲迄个啥路的爱让人行嘛，系啊，然后他画一个说你不要当皇帝在人行道路慢慢走，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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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而且。其实就是现实的反应。OK， 好、哦、啊，你有什么想法，嗯、你就照安尼个画出来、嗯。所以有一挂人你个批评讲，迄画了安怎？我讲这个真的要鼓励那个学生，他才有、欸、他才有真正的创意。教你这个公文哦，我今麦七十几岁过来画买晒呢，绝对会晒啦，不会太慢的地方，不会，永远都不会太慢。你拿个时间，尤其是没有画画过的人，他那个直觉、哦、才是正常的。OK， 好、哦，那弄起哦。不管美术系的学生了，拢叫作些规范吼，迄个咱讲的刷掉，拢会丢丢丢丢，你被框在那里面，你就永远没有办法出来。哦、你这就是含我学识一个苏正明教授哈，伊拢搞了迄个素人画家，吼、哦，伊讲台湾其实作些迄素人画家，画了足好呢。嗯哼，有诶咧做矿工的啦，有诶抓鱼的啦，对，有诶啥物底下咧刻蒙白的啦吼，啊这喂。画咧拢无歹呢，所以伊讲伊嘛足鼓励人讲哦，你若爱画你就画吼、哦、啊，对迄画内底会当讲足侪故事啊咧嘿。其实李登辉总统伫讲迄个民主的深化的时阵吼、嗯，我都有这个想法啦，因为讲咱台湾吼普通诶民间社会诶力量非常的弱。嗯，好，不就欧洲或者是美国，他、嗯、民间社会的力量很强。OK，、嗯、就是说不一定每个人都一定要去政治，或者是在经济上、嗯、做什么一段、嗯，其实他在累积的是咱社会厚度，社会的、社会的厚度、嗯、啊，这个大部分表现在音乐、艺术、嗯、文学、嗯、这些上面。嗯啊，其实我最近嘛你看足侪台语的物件、嗯哦，我讲咱不中国要做分歧，其实这个语言上面非常重要，嗯、文字含义。对，嗯，咱有迄款文字，伊自然就会发展出迄款的诶社会规范。嗯，啊，咱的文字来改无共款，咱的社会规范就改无共款。咱一直拢用中文的方式，当然我无直接讲中文无好啊，是安怎、嗯？但是就是讲，你一旦接受伊的这个语言的规则，好、嗯哦，我们自然大脑里面的思考就照原来的那个规则、就是啊。对，哎啊，所以讲这类物件其实要来累积咱台湾社会的厚度，嗯、必须要各行各业、嗯、或者是每一个人从自己出发，好、嗯哦，不管你的语言，然后其实咱台湾人。拢讲台语较侪啊，对啊对啊，哦、所以、啊、所以迄波罗的海三小国，因脱离即个俄罗斯的控制了，伊的文字语言都改变嘛，对，就是要安尼靠法度，
啊，拜托啦，嘿，不止一文字嘛，吼，你文字发展出来音乐，嗯，哦，因为都因为文字大半拢过来写诗嘛，啊，写诗都节奏性啦嘛，嗯，哦，啊，个节奏性都会出现音乐嘛，嗯，哦，啊，赶快啦，给说一个。颜色也是一样，也是一样。但台湾的颜色绝对跟中国的颜色不一样。无共无共，对。哦，嗯，虽然干那七彩呢，但是用色的诶，那个甜度干那对。嘿，你那有就不同款的。做新鲜的呢。我以前哦，常常讲讲哦，复杂，这社会看足复杂，世间足复杂的哈。不过哦，回到基本元素哈，就单纯的哦。本来就单。刚才你讲的味道哦，七种颜色。对啦。啊，底下配来配去。对啊，对啊。啊，就变化。万千，音乐嘛是呢，哆来咪发嗦拉西，七个音符尔啦，啊，七个音符排列组合，吼，迄交响曲，几千万首诶，拢永远都无同诶乐曲都一直传，创作一直传，味道也是同款。所以我以前常常讲讲哦，我做医生吼，其实一世人哦，嘛用七种药啊，我本来一直笑讲，那有可能啦？我讲哦，我做精神科啦，吼。我点两个想了，我七种药啊，我会当抵所有病，哦，抗焦虑的药，抗忧郁的药，抗精神症状的药，阿哥后来对这个失智，哦，还是讲类似这个囡啊，哦，这个发展迟缓呐，哈，七种药啊都会当变化万千的，赶快呢，我想恁耳鼻喉科那是赶快，对对啊，对啊。看起来讲药啊几百种诶，其实你那个归类分类吼，那有七种哦，比如讲恁是抗过敏的发炎哦，对不对？而且算算诶吼，是讲吼，这艺术就是安尼啦，科学嘛是同款的，伫足简单的基本的元素内底啊去做变化，啊就会当千变万化，足奇妙的啦，有当时啊想起来足奇妙的。高赞哈，高赞人叫做万流归宗，就是讲因要想办法把物件哈简化，哈，到一个迄落啊，到一个最后的，咱讲的迄个核心啦，哈，都话讲的七个元素定定了哈。其实现代人哈，我刚刚要从这个规范画出来，就是变成从中归到流，对，让社会更多元，多元，对，不要让那些框架就把你框住了。你让这些框架框住之后，哈，咱的社会多彩性都可以消失去。那因为台湾社会想看的是，没那个这些多彩性慢慢的呈现，回到一个正常的社会，就健康的。对，啊，你各种人各种想法，对，都可以发展，尤其拢有生存的空间。对，咱台湾是这些多元族群的地方，那不是单一个区块，所以咱未使用中国人的想法，就是汉人为主的，对，反正都是皇帝娘啦。哎，这真是不是啦？吼，讲个，但是你伫台中，我知影恁伫台中的医师工会嘛，有一挂同好，有在围堵嘛，对，所以恁刚才把。作为板柜委电，我们其实很多都有个人的这个个展啦，但是大家都想说，在医师工会底下成立一个社团，哈，让对让年轻医师看到说，哦，原来年长医师也可以画画，那也可以去展览，那这样的话可以带动有一些新的医师进到台中市医师工会来的时候，可以看到前辈，对啊，如果他有兴趣的话，他也可以像我一个后辈医师，他有个朋友来到我诊所，看到我挂了那么多画，他说要找我学了。然后我们的护理师就跟他讲说，林医师大概没有时间再教你画，那你为了为别物啊？不是，你讲你讲无闲无时间开课啦。所以你的诊所内底拢有你的道像啊，哇，这足好。到王太太的道，王太太，你太太蛮威哦。王太太这几年看我的欧北威仪嘛，跟你较注意耶。哦，你起码他比我更认真。他每个礼拜都要去上课，所以他固定每个礼拜都会画一张图出来。哦，那这夫妻同好足好诶。你讲到这個，我要跟你讲我的一个惨痛的经验。我足短暂有开过一间诊所，足短暂的啦，无到一年啦。迄阵我的诊所就是布置的像画廊，我掉足最多的。对，结果有一天我调查到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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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胖去十几张图。嗯，这个应该是亚洲。啊，当然啦、啊。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到过你诊所的人。当然啦、啊，一定是看过才讲你才有图，所以我们那边讲，哎、欸，你的诊所弄你的图，搞不好你要注意一下，先给我保全一下。哎、欸，不过我们都有保全。啊，对了，我们的现在时代都有保全。我以前就是无、欸，而且哦。我妈得过就这石头啊，你妈丢过吗？啊，现金，伊都来提现金，他丢了啊，无甲你去赌个算好。咦、欸，我讲你听，这惨痛的经验会使分享，吼，咱的听众来讲，你老咧收藏赌的人，我今仔要甲你讲，你赌啊，你要甲翕一张相起来，对，存档，你没错没错。因为现在呢，我迄阵都唔知啦，啊，我赌去哦，查到客机，啊，我来报警嘛，对，啊，就要报警来，警察讲，啊，你赌生做啥款，我。我讲不出来啊，是啊，我若无相片，伊讲啊，你安尼，我无法度甲你抓，你知无？意思讲哦，你若有图档，嗯哼，可以要存档，嘿，伊甲你这个图档吼，伊会去甲所谓画廊通知，讲老人客这张图要来卖，迄是赃品，迄贼啊偷客去的，啊，你我咪抓会到？了解，用你即摆若无提供这个秘哦。我要甲画廊安怎讲？了解。陈医师帮伊二十张图，啊，恁倒吹一下。无唔对，无得吹嘛。无得吹。所以讲你安尼吼，阮一步都无啦。而且，刑警嘛，足有经验。伊讲哦，你这款呢，就是内行的，较要客图啦。嗯嗯。啊，而且伊有嚣张管道。对。伊有可能甲你卖去国外。嗯，无唔对。伊卖伫台湾甲你卖。对。伊假讲伫台湾，你也去甲你阿掉。啊，所以这就足宝贵。没错。经验啦。我陈医师。提到这个经验的确是非常重要啦、嗯、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很多画家尤其是很有名的画家、嗯、他的画作一盒都几十万、啊、一百度都上亿的老画家的图都很贵的、啊、其实他们在国外也是同样都会失窃嗯，对哦，判给了啊，威廉博物馆的都给用掏对，然后几年之后才会出现在市场上，对啊，所以说这个部分其实咱家里脑这个啊，也起也会造成，也会引起这个纠纷哈，对啊，对啊，所以说你家里脑留底，好啊，在哪一个时间有报案失窃，好，未来哪公那个画作出现在市场上，你都追索的那个，哎，啊，你那无做这个保护机制哈，就是讲未来迄个画家哪公起给起个公平呢？你会讲哎，啊，你咪以前有收伊多，啊，到尾咧无伊，对对对。我是来讲哦，我是足唔甘啦，因为哦，迄多拢是安怎呢？二三十年哦。例如咱咱参加足侪社运团体、人权团体，什么医界联盟嘛，赶快啦！啊，伊落阮咧什么陈文成基金会啦，吼啊，什么啊，咱以前哦，拢会募款嘛，嗯嗯，啊，要募款都有伟哥也可以到来义卖，对对对，啊，我都有当时啊讲啊，要支持这个团体的工作，啊，就甲买一张，哦，啊，就甲买一张，啊，你累积二十几张到，结果都用偷过去，就唔甘啦，感觉讲哦，哎哎，大部分画家拢熟悉，对，哦，啊，有诶嘛，就有忌惮咧，哎哎，有诶前辈画家会懂咧，哎，哦，而且哦，即卖哦，想到拢听丢丢，啊，但是哦，不得，无得找啊，无得找啊啦，哎。欸、啊你！你除了联展，你家己个展几遍啦？我个展较少啦，吼、嗯、啊！但是嘛是有几啊届机会吼，你、哦、过个展嘿。啊，拢伫台中。台中啊，台南哦，拢有嘿。哎、有机会你嘛来高雄展一下。好啊，我伫高雄吼、哦。因为这期的迄个台湾医界封面吼，都用我来倒啦。啊，对啊，咱台湾医界发行大概五万几份啦。是 啊， 啊，所以讲，真侪人看到，真侪人看到。而且主要是讲，和医界大家分享吼。这同仁呢，诶，这个创作哈，冇唔对。诶，我一个同学哈，因爸爸足出名的画家啦，叫许无勇呢。哦，哦，为人医生的前辈，日本时代的画家呢，伊拢画立体派。了了解。嚯，许无勇生前哦，唔捌画美图啦，因捌美，因为伊医生嘛，伊收入无问题，了解，所以就无需要美图。冇唔对，冇唔对。结果伊过身了吼，老
差不多六七百张图，对，啊，拢领到啦，是，啊，因囝都阮咧办的啦，再来找我讲，我要安怎，六七百张图，啊，阮囝啊，无一个有法度处理啦，是，啊，卡哥哦，伊讲我靠有在这艺文活动参与啦，讲甲想看要安怎。啊！我讲六七百张实在无法度咧，你找一个画廊吼，嘛无材料甲你处理遐侪图啦。我讲你先捐一寡吼，迄个美术馆，因为因台南人嘛，所以后来徐武勇的图有捐一寡去台南美术馆。嗯啊，我讲你村咧叫画廊来看，对，捐一寡因感觉讲会当帮你处理的。对哦，啊，村咧我都无补啊啦，吼。好，你以后若出来几啊百张图，你嘛爱想这个代志咧。嘿，何文。是啊，何文基，哎哎，我知，迄嘛是一个老画家嘛，吼，师大美术系的，迄嘛政科班出来，伊捞一千几牛刀，哦，啊，即嘛银幕嘛是一粒头毛在收啦，啊，唔知要开去对啊，啊，你诶，唔是讲每一个画家厝里拢会当起一间美术馆呢，所以恁这画图的人到尾啊吼，嚯，迄丰富的这个宝藏吼，要安怎处理，这嘛是一个。足爱考虑的技术，无唔对，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啦吼。啊，尤其是其实咱对外国的经验来看吼，应该是会当感受到一挂情形啦吼。就是讲，像伫巴黎吼，伊巴黎差不多伫十九世纪算上济，上绘术艺术家聚集上济所在。所以讲咧，伊一定留落来足济物件，啊，足济物件咧，像那到尾啊，拢聚集存几处啊，尔。原因就是讲，它会经过时代的淘汰。对，有一些对，有一些是流失，有一些是毁坏，那有一些是华人问津。嗯，哦，这个是一定的，这个全世界的历史传承都是一样。哦啊，怎么样去保存当时代的？那个精神、哦嗯、大概就需要中介团体。OK， 刚刚、哦、提到的，咱台湾就是欠这个中介团体。好、嗯，那画廊啊，是讲咱的收藏家都有限，都还有限。好、嗯哦、啊，怎么样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团体、嗯，然后让这个团体能够维系，对，来处理这些代志。嘿，啊，因为像你讲的啊。很多画家也是说很多我们的业余艺术家所留下的作品、啊、孩子没材料处理、啊、对就有的是非常不错的对啊喂啊你那个恒温对那个收藏的地点 对,、哦對啊、没有错还要整理对 对, 對、欸、啊这些东西都需要社会力去支撑这些东西你说这真有意思嘿好那再来听一个音乐我再继续、来请教林医师彼当阵咱拢笑眯眯，彼当阵双拢听袂离，每一工拢有讲袂完的滋味。原来幸福拢会变流星，永远袂变，只有两人的故事。后来咱太苦穷固执，后来却无法度转去，两个人愈来愈毋听，无后悔好爱比。无眠无日思念的惊，心酸无底藏，全无心情搁爱别人，若无你快乐已经无望。情牵破了几落空，犹原漂泊过旧山。我恨我是苦中的戆人，不敢老实讲出爱的人。
原来幸福拢会变流星，永远袂变，只有两人的个性。后来咱太去强固执，后来煞无法度转去，两个人愈来愈毋听，无后悔好爱比。无眠无日思念的囝，心酸无地藏，全无心情搁爱别人，若无你快乐已经无望。阴坎破了几落空，犹原漂泊过轻松。我恨我是倔强的憨人，不敢老实讲出爱的人。目睭过去，看着你伫讲话煞无声，会当感觉伫我身边，你咧做梦，头惨甲笑容，头子帮你拍。无日思念的囝，心酸无地藏，全无心情搁再爱别人，用多心等待你会来找我。阴坎破了几落空，犹原漂泊过轻松。我恨我是倔强的憨人，不敢老实讲出爱的人。欢迎各位回来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我是陈永兴医师哈，今日和咱采访的哈林恒利医师，伊是顶礼拜已经甲咱分享哈，做耳鼻喉科医生，啊开业成功了，佮参与这个医师工会，也是医界联盟真侪这民间的团体哈，业余佮咧画图哈，阿嘛画到已经哦，会当开画展啊。伊的作品吼，咱台湾医界嘛当作封面吼，所以是马上已经进入成就的画家啦吼。我想最后要来个访问的是讲，对这个台湾的社会啦吼，咱知影林医师是不但伫医疗吼、艺术，也是讲这个社会参与拢有相当的这个热情啊，这个理想啦吼。啊，你感觉讲，这边咱总统的大选吼？蛮两个医生在选的，啊，你对这个你的观察，还是讲吼，尤其迄科比佫讲台大毕业的，当然赖清德嘛台大毕业，吼，伊是先读这个复健，吼，啊，了佫成大学士后医学系啦，吼，啊，医生参与这个台湾的政治，其实对日本时代，对，就开始啊，啊，林依兰的前辈蒋渭水，吼。当然到尾啊，这个文化协会的时，民众党的时，吼，台湾拢足侪医生参与伫这个社会运动，也是政治改革啦。冇对啊，你本身嘛算讲无去个第一线，嗯哼，啊，毋过嘛是伫幕后哈，嗯嗯，安尼就积极参与啦，哈、嗯。啊，你的观察，这大选的这个可能，也是讲。你有啥咪要分享给咱的听众朋友的？基本上大选已经剩无30通工啊啦吼，已经大家拢开始对感受到大选的这个气氛啦吼、尤其是号数已经拢抽出来哈，一二三拢已经各有所属啦哈，各有所属的表示讲未来选民就是伫一二三来伫选。你家己感觉上理想的哈、当然，咱经过这么久的这个大选了哈，咱已经拢民主社会的定数拢已经行到大家拢已经
视为理所当然的一个过程啊，然后啊，不可能倒头退啊。对啊，以前讲啊，刚才也在算啥算啥啊，即马已经是在民主社会啊，大家拢会使有家己的主张，大家拢会使徛伫啊这个舞台顶吼，选民来检验啦吼啊，当然。主人就是所有的选民齁，所有咱台湾人民这是主人齁。啊，任何比咱选起的东西暂时替咱管理这个国家齁，替咱来执行咱想要执行的代志啦齁。我想这已经是啊台湾人的共识齁。所以我一直啊主张讲咱民间社会还是台湾人民一定要有家己的想法跟看法齁。咱的想法跟看法，这是要执行咱台湾未来走向上要紧的一个主张啦，吼。人民是主人啦，对。啊，政治人物是，对，政治人物只是啊，替咱服务三四年，吼，啊，是讲更加长的时间，吼，得看伊的表现等等啦，吼。所以讲，大家趁这个春的这个时间内底，好好啊想看嘛，咱台湾要哪行，吼，包括咱的政治。咱的经济、咱的社会、咱的艺术文化、环境等等呢，咱的台湾到底是要哪行？咱也有家己的主张、甲家己的想法，结合起来就是咱台湾未来的走向，哈，绝对不是一二三会当替咱决定。嗯，我有看到讲医界啦，哈，包括这个医师工会，还是讲其他医界团体，哈，民间有一挂医界团体，哈。拢有这个赖清德后援会，嗯，吼、哦，有正式表示讲啊，要支持赖清德啦，吼、哦。对。我个人其实嘛是安尼想啦，就是讲，即马三个候选人嘛，对。啊，赖清德的路线较明确，对，就是讲伊就是亲美日，嗯哼，吼、哦，抗中保台嘛，了解。哦，这足清楚的路线就是安尼、嗯，就是讲爱保护台湾的主权嘛，嗯哼，啊，袂使去有中国威胁。嗯，哦，安尼，咱都要含日本、美国这种民主国家徛做伙，嗯，哦，啊，为着世界的这个民主的这个发展，吼，啊，区域的安全，大家作为拍拼。对，啊，另外两个候选人，我是感觉较模糊啦，嗯哼，讲起来是个归类，讲较轻松，嗯哼，啊，轻松的理由就是有一点啊，讲祈求和平啦，哦，意思是讲，哎呦，因为我。对你较好咧，啊！你唔通甲我怕啦，吼、哦，安尼啦，吼、哦，对啊，所以这就是亲中，我讲求和啦，还是乞和啦，吼、哦，啊，但是就是最后我感觉可能就是会被统一啦，对，吼、哦，因为中国就是希望讲你听我的话，是，吼、哦，啊，所以你就是一中，吼、哦，啊，一中都无中华民国嘛，一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中国是讲啊足清楚的嘛，啊你若听我的话，吼、哦。我可能卖给你怕，很酷哦。伊若要给你怕，你嘛无法度。是，咱就看讲过去西藏啦、香港啦，嘛拢有协议啊，拢有条约呢，吼。是，啊嘛是中共啦，去背面啦。是，全世界都无伊法度嘛，吼。啊，所以我也感觉讲，若要支持另外两组，我也感觉讲，迄点都较危险啦。是，吼，迄就是讲，你甲台湾的生存的这个寄望是寄望伫中国。是，啊，中国事实上。到今为止，伊的表现，全世界是无法度信赖啦。吼、嗯，讲个，大家未放心啦。是，所以我开始感觉讲，哎、欸，对第一届大部分的朋友认为讲啊，赖清德这个路线，吼，大家会当较安心、较明确啦。吼、嗯，啊，当然，杜家你有讲啊，这都人民的决定啦。吼，啊，所以咱嘛希望讲台湾的人民在这个选举。要决定自己的命运的事，啊，都要思考清楚，无唔对，安尼啦。啊，当然讲三个候选人，要讲优秀是拢优秀啦。唔过你若讲这个从政经历，对，啊是赖清德想完整，对，吼，就是讲伊做过地方的行政首长，伊嘛做过中央的行政首长，伊嘛做过民意代表，哦啊，专业上伊嘛相当优秀的表现，嗯嗯嗯，所以我是刚刚讲。应该是医界的看法，大体上和咱的想法是差不多啦。了解。啊，不过立法委员的选举，伊阁无同款啦。了解。嗯、哦，像讲恁伫台中，是哦，比如讲台中进是民进党占较侪嘛。哎、欸，对，今麦五席。哦。啊，国民党三席。嘿，啊，但是今麦比如讲蔡壁如，哦，
对，民众党诶蔡壁如，对，伊走去台中一区咧选，诶，第一选，诶，啊，国民党都无提名人，了解，吼，啊，变种因合作嘛，嘿，哦，啊，因合作了，诶，这对民进党来讲，诶，都较苦战啦，吼，较苦战啦，啊，是讲有诶选区是民进党啊，搁面临比如讲其他的小党的挑战，对，吼，像讲。来哦，都有这个现象啊！哈，激进党嘛，佮推出一个候选人，啊，你选票都会分散啦。冇唔对，所以其实我佮看讲，即马赖清德也好，还是讲民进党在烦恼，讲万一因的国会呐无过半，嗯，哦，李伟的席次因呐减少去，哎，将来佮佮他回到一路阿扁的时代，讲朝小野大，哦，啊，这个佮无相关的一个变化，哦，您的观察什么款？基本上大选吼，不管是地方政府的大选，还是总统的大选，拢是台湾民意的一个大调查啦。所以我都要特别提出讲，台湾人民要有家己的想法，就是安尼，迄就是你的民意的检验嘛。你的主张是不是符合大多数的主流？你投的票，那不是跟这个结果，那不是跟你的那个想法符合的时候，就是你跟主流民意有小夸，无同款啦哈。啊，都阿滴讲讲，这个三组的候选人哈，其实总统大选哈，牵涉到三个大的面向啦哈。台湾的上重要的国家认同哈，过来呢，政府的体制的改变，过来呢，第三项则是公共政策了哈。那有关国家认同呢，这届大选我看是无真济人用这个做主要的诉求啦，所以都啊，最近在讲这个赖清德抗中保台嘛，哈啊，另外两组是稍微有点轻中了哈，但是呢，并无把这个主张提出来，和社会呢来检验了哈，啊嘛无，咱台湾人民嘛无把这个当作一个上重要的议题来讨论啦，吼，哦，不管媒体也是讲，这个民间的声音都同款，吼，对，大家拢会感觉这个非常要紧啦，吼，无唔对，哦，一旦呐选唔对，可能对你的未来国家的发展，吼，有足大的影响，所以讲我讲，台湾人民爱公共政策，吼，其实大小雷同啦，没错，比如讲。我要做社会福利，没错啊！我要帮助少年人，这个找较好头路，提高待遇，还是讲来减轻因的买厝的负担。我要照顾囡仔，增加生育。其实这个每一党的候选人都不会反对嘛，对，大家嘛想要安尼做嘛，好、哦、是执行上经费上要安怎去变尔嘛，对。但是我讲最大的区别，就是你讲的头前这两项，就是讲。你一个国家的生存主管，啊，佮含政府的体制，对，哦，像讲科比就讲啊，要改内阁制嘛，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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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迄个即个国民党的因就讲要联合内阁嘛，哦，对不对？啊，这就是先牵涉到政府的体制，嗯，啊，这就爱佮处理个宪法的问题，嗯，对。啊，但是我感觉国家生存是因为中国对台湾到即马都无放弃啊，是嘛？是，所以你不能不面对啦，了解，欸、我看就是，冇唔对啦，所以讲。所以我们在提出讲，诶，国家认同要个伫咱的社会，要个一段路要行哈。原因就是讲，咱这个民调嘛，是要好呈现呢，咱对台湾的这个主体性的坚持哈。爱迪咱这个民意来对呢，表现出来。好，国际社会对对，好，国际社会看不对，这上要紧啦哈，因为。咱的民调就是呈现咱台湾人民的意志嘛，吼，啊，这个意志嘛是爱传达出咱台湾人的想法，啊，互国际社会会当感受到讲台湾人有这款的主张啦，吼，啊，拄啊，这个主席们讲，这个政府的体制其实要个一项爱个处理的是，这个咱的宪法来对五院制啦，吼，哎，嘛是爱想办法处理啦，吼，无你嘿，除了去制宪哦，无啥物波嘛，卡住嘛，哎，所以我的看法哦，也是台湾人爱有一个较深的思考啦，吼，就是讲哦，你这个国家保卫下来，进一步较去改变这个宪法的战术啦，啊，公共政策我是认为大家拢想要做好啦。绝对无一个党起来讲吼，
我经济要创好歹，无唔对，我社会福利不爱做，无唔对，即款的嘛。不过公安建设有一个，因为民间社会较关心公安建设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公安建设牵涉到资源的配置，对啊，切身感受，这个切。啊真正的切实对 ，priority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对，这也是区别。嘿，这个部分其实就是一个对，民间社会，伊个个主张嘛是同款，你只是排序你啊，你唔是讲去，我较优先。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讲我资源坑较济咧，这个宾馆，这嘛是讲打算的意义的，对对对，就是讲对，会使调整，会使调整，依早做无够的，对对，啊是讲依早忽略，对，以前坑啊，不要今麦坑来偷钱。对、哦、啊，所以民间社会呐讨论出一套家己的想法。对 对, 對, 對，所以我都唔在讲讲，哎，民意对有压力啊，咱去讲的人伊都在调。对对，累积出来的这个厚度才是我们台湾社会的厚度。哦，安尼真好啊，咱真多谢这林恒利医师哈，连续两礼拜来跟咱分享哈，真侪伊宝贵的想法含伊的经验啦哈，啊个。伊对这个台湾的前途的关心，拢予咱真感动吼，真多谢，多谢。謝謝永远相敬，不忘。